好，请你多多照顾一下。哦，不会。好，江妈妈，我们放松，我放下来就好了，我们放下来就好了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坐到这边哈，江妈妈，哎。来，江妈妈，我再帮你量个血压哦。从我妈妈那个枕头啊，我不是给她买了两个，对，一个比较扁，一个比较扁，一个比较高的嘛、那我有跟他们说，那个扁的是正躺的时候用的，然后厚的是侧躺，是侧躺的，嗯，所以如果说我们走的时候是把它正躺的话，我通常就给他换那个比较扁的，扁的那个枕头。现在是143/81/64，哎，143/81/64。哎，过年你去哪里玩？我没有去哪里玩，是在家里。要拜拜啊，对，我们要拜拜。哎，奇怪，那个写登记的那个本子有没有看到啊？放在哪里？这不是放在桌子上面吗？没有看到哎。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了？我没有。啊，有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放在这里。我刚刚说多少啊？143/81，141/83，然后81了哈，然后还有一个64。141/83/81/64。哦，睡得很熟哦，老爷爷。哈哈哈哈哈。没错。哦，每早都睡得很好哈。变多少？还没好。他应该还没吧？还没，还在跑。好。等一下，我照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150/82/62，150/82/62，差不多。
百五十，八十二，六十二。姐姐姐戴帽子，很帅。你那个给我，我给他。那个给我。好。给他顺便那个枕头，那个枕头要换成那个正面。这个是薄的，那这个是厚的。那个你现在用的是厚的。哦。那要换成正躺的话要。薄的不在这边。在那里，就在那个下面。这边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对，就这个。啊，那个。对。你看这个。对。薄的，现在是厚的。就是因为现在要你给他换枕头，换枕头，换枕头。健全，换枕头。啊，你帮我拿下，哦，不然它就全部会掉下来。哦 ，OK。哎，因为我是从中间抽出来的。哦，是。嗯，因为我在给他拿着摄影机，因为我觉得两个枕头我觉得很好的，用哪一个都可以。不是因为那个两个枕头好的，大姐不好意思，是因为一个枕头。那我是用脚压着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摄影的这个东西。它在动，我手放掉的话，它就。妈，我跟他换枕头哈。好了没？我帮奶奶换。好，麻烦你。好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接下来换尿布了。